现在几点了？为什么 Alex 来得这么慢，让我等了大半天？是不是忘了呢？哎呦，这是要我在这儿呢。哎呦。Hey Alex， 我在这里等你半个小时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哈，今天啊，刚才我在那个酒店一直打不到车，所以呢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是直接从那个人行天桥直接走过来的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反正今天你是我的客人，所以你不必道歉。嗯，好吧，行，那就让我请你吃早餐，好吧？好啊。给我一份菜单吧。来，服务员，快，菜单来。Alex， 今天我想带你去泰国房地产开发商亚南达开发的最新公寓项目。Ideal สาทรวงเวียนใหญ่销售厅就在餐厅的旁边。我已经决定要买这个项目里的一套房间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主意，那以后呢，你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家了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把这个呢用来投资或者出租都可以。我对这个地段非常熟悉，住在这里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Ideal สาทรวงเวียนใหญ่公寓项目离 BTS วงเวียนใหญ่仅140米，出行非常方便，因为我的公司在士隆路，坐轻轨大概1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。哇，这么快啊！那今天我们先去看看样板间，然后呢，我也想看看你中意的是哪套房间。今天是星期天，所以我有整天的时间可以带你去看。Ideal สาทรวงเวียนใหญ่位于吞武里区，临近曼谷老牌商业区士隆沙村，这里的周边配套设施十分齐全，除了美食遍布的泽仁拉路、泰国餐厅 Finest and Authentic、泰式按摩和 SPA， 这里还临近亚洲最大的河边夜市 Asiatic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先去看 Ideal 沙滩公园雅宜公寓项目的样板房，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周边的设施和风景，说不定我们能找到今晚一起去吃喝玩乐、聊聊天的地方呢。好啊，那等一下我们喝完咖啡了就走吧。好。Ideal สาทรวงเวียนใหญ่公寓项目的销售厅，然后公寓大楼将会建设在旁边的位置。那现在我们先进去看看 Ideal สาทรวงเวียนใหญ่公寓项目的样板房吧。好的，那我们走吧。好。
Jessica， 现在呢，我想喝一杯咖啡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这附近有没有哪一家咖啡厅是能看到美南和滇边的风景吗？当然了，那我们去 The Jam Factory。The Jam Factory 是曼谷最有创意的地方。在这里除了喝咖啡，还有艺术展览和很多书可以买呢。我们从轻轨 BTS 王源亚通王两站到轻轨 Sapan Taksin， 然后乘坐船就可以到达目的地。不仅如此，从这里直接到市龙路，就会有很多街头美食餐厅、泰式按摩都在等着你去体验。哇，太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Alex， 你知道吗？从 BTS 潘达行站，我们可以方便的坐船去到曼谷最漂亮的河边夜市，比如 ACT、荣耀919、The Jam Factory 等。特别是在高峰期路上堵车，所以坐船然后步行是非常方便的。我非常赞同你的想法，我们可以乘坐轻轨，然后这个美南河公交船可以通往到曼谷的很多旅游景点。对。这几天呢，我在曼谷旅游，今天真的很有趣。我觉得吧，现在呢，我已经爱上了曼谷了。你让我看到曼谷的另一面，谢谢你哈。这几天带我体验了，泰式按摩是吧？还有那么多的美食，还有咖啡厅是吧？期待下次在曼谷与你相见。当然了，下次你来曼谷一定要告诉我。好的。今天我很高兴和你一起出去玩。那下次再见喽。好的。我先继续买东西。行，那我先回酒店啦。好，那再见，拜拜。好。